他们最高的有205公分高，不知道吃什么长大的。你看我们长不高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因为长不高，是怕高。我就怕高，我就停在这边。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每一道菜都没有美式的元素在里面，那期待会落差很大，对，非常大。唯一的美式就是我装美式。OK，Thank you。哇塞，哇，刺激耶！你都是靠这招，对不对？跟弟弟讲笑话退烧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因为之前是退居二线嘛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居一线的时候 ，OK， 就要把那时候在二线的时候的讲的笑话一次讲出来。听说你很会唱歌。有啦有啦，他有说他很会唱歌，喜欢动力火车。对，那今天来的是炎亚纶，有没有很气？哎，怎么了？好的厨师真的要面面俱到。其实跟在球队比赛是不是也是一样？你总不能只有一个人总是他在上篮吧？该不会你们队有这种人吧？志工王不在这边哦，没来是不是？这个不能说了，应该不会只有一个人没来吧？就是是不是？哦，这么尴尬。好，没事。如果这个世新大学男篮这个自干王先生自先生如果有在看的话呢，没关系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好不好？大家 share 一下，好不好 ？Pass me the ball， 球要传出去哦。好，不过他们这一队已经很强了哦。对对，很强。你有在看哦？三个人而已。哦，你在看这三队。我们在聊那边的。我想说，哪一个篮球队只有三个人啊？这个是不是也不能打太久？这个打到他 creaming 就可以了。好的。你不过筛吗？没有哎。我们的导师有筛吗？有筛，有筛，大家都有筛。涛客有筛，有筛。阿摩筛，阿摩筛，阿摩筛。塞了，要忍不住会想呛 Fred 再塞啊，两条了吧？大家都健健康康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其实浓汤就是要这样很滑嫩可口。你真的是话题转弯第一名哎，超强哎！我们刚在聊篮球哦，突然就称赞战队，现在聊这个塞不塞，你就说哎，又开始聊回汤来了，真的厉害啊！阿摩塞，你一个人可能就可以得金钟奖了啊。他女朋友漂不漂亮？漂亮啊！就他说超丑，超丑。对，谁会这样讲嘛？对不对？没事，我会。你会？哎，这是一个心理战术。哦。你就是说，哎，我老婆超丑，超丑。但是别人看到她说，哪有很漂亮哎。哦，对。啊，他如果说很漂亮，等下出来我们说，丑妹，丑妹，我们很尴尬。对。哦。对不对？期待不要拉太高，我懂了。